原标题，因为饱经沧桑，所以云淡风轻。重阳节来看看战争环境下的中国老人。民国时期，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曾经记录下一组中国老人的照片，这些肖像照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示出幽默和满足的表情。除了一名北京白塔寺的看门老汉，他看上去像是一尊笑口常开的苏格拉底半身像。来自黄海之滨的另一位老渔民，他有一张幽默淡然饱经风霜的脸。来一斤米饭，一名中国小吃摊摊主正在摆弄他那原始的天平秤。卖大蒜的小贩，一个无忧无虑的流动小贩，随身带着他的存货和破雨伞，图一名乐呵呵的乞丐，也许跟乐呵呵的施舍者一样受欢迎。这位中国老人显然从贫穷的生活中获得了乐观的生活之道。黄海海滨一名典型的中国渔民，手持长烟杆，头戴宽边草帽。北京大钟寺的住持是一位喜爱抽烟杆的慈祥和尚，民国时期的一位中国老人，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从容和平静。编辑记我努学社齐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